太原裕太原有名家，孤父皆寡，孤中年，不能自节，寸无赖平平就之，父不善其行，因于门户羌元祖拒之，孤残，借断出府，父不去，颇有薄惜，孤欲会，反上屋，告诸官，官问皆夫姓名，道曰：夜来烧去，实不知其阿谁，举父自知，因患府，父果知之，而以奸情归岛，苦相抵，君无赖志，又滑变，量无所思，彼孤父不相能，故望脸相敌会耳。官曰：以村百人，何独乌让吾重知之？无赖叩其免责，自认与父通，谢父，父中不成，逐去之。父分告谢愿，人如前，就不绝。十子与孙敬是柳下令林敬推着玉才，遂下其案于林敬。人犯道，公略训一过，既奸气，并命令人被专使刀追，直命听勇。共议曰：言行自有之故，何将以非行者欲焉？不解其意，孤备之。明日升堂，问之诸据已备，命袭至堂上，乃唤犯者，又一略取之，乃谓孤父：此事亦不必擅求清晰，淫妇虽未定，而奸夫则却，汝家本清门，不过一时为匪人所诱，罪全在有，堂上刀石俱在，可自取及杀之。孤父自怯，恐谢获抵偿。公曰：无虑，有我在。于是老父病气，夺石交头，父嫌恨饮酒，两手举巨石，恨不及力避之，好为以小石及臀腿而已。又命用刀，父把刀贯胸阴，到由圈寻未下。公指之曰：淫妇我知之矣，命之咬言不知，遂得其情，吃无赖三十，其案始结。父既公一日前一催租，租户他出，父应之，亦不得会，居父至，共怒曰：男子自有归时，何得老人家事？遂迟意，且复去，乃命将都备手谢，以备敲笔，明日可以传送工人，欠父者闻之，皆使其出音。公敬居而谢之。于常谓孙公才非所短，然如得其情，则喜而不暇哀今矣。